金華肉薯雞，咁喺香港已經有半個世紀嘅出現㗎啦。我細個嘅時間，爸爸帶我去酒樓裏邊，我都有食過嘅。咁因為呢個菜比較手工比較繁複啦，同埋複雜啦，咁希望我哋而家可以重現翻喺大家面前。我叫 Matt， 叫陳建聰，咁做咗廚師25年啦。咁我會識得煮中式嘅菜啦、港式嘅菜啦，同埋國際其他唔同嘅菜式都會煮嘅。中西方飲食文化唔同啦，咁西方著重材料嘅鮮味，中菜你會注重更加多嘅味道嘅。呢、這個金華肉薯雞裏面我哋有2.5斤嘅新鮮雞啦。咁有上等嘅金華火腿啦，同埋一啲我哋已經扣過嘅冬菇，同埋一啲菜苗。咁呢個雞我哋會放喺個雞湯裏面浸大約25分鐘。咁呢個雞浸咗之後，咁我哋會放落冰水裏面。點解會放落冰水裏面呢？因為雞皮同埋雞肉會收縮，令到嗰隻雞更加嫩。咁我哋個雞湯會有會試清楚味啦。咁確保個雞湯可以嗰啲味道入咗喺只雞裏面嘅。咁我哋將個雞之後會斬開佢，然後去咗骨啦。咁盡量將個雞切到可以一啖擠落個口裏面嘅。然後會放啲上等嘅火腿啦，放啲冬菇落嚟排列好。咁然後當我哋要去煮嘅時候，咁我哋會擺翻喺個熱櫃裏面蒸翻2至3分鐘。咁之後我哋會用一個雞嘅濃湯去煮翻個芡汁淋翻上去。咁我哋用一啲時令嘅菜苗咯，夾雜住啲火腿同埋冬菇，咁加上啲青菜咧，咁顏色會對比到好鮮豔嘅。咁我哋將嗰三樣材料一齊擺落去個口腔嗰度食，咁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出現咯。通常有啲大嘅日子啊，或者可能有重要嘅客人嚟嘅時候咧，咁我哋會有呢個經典菜式出現嘅。盡量都用翻最基本嘅材料同埋調味，咁會係響呢度展現翻俾大家。我曾經在20多歲的時候去過澳洲，咁在當地不同的餐廳做過，我會留意到他哋西式擺盤有很多不同的變化啦，或者是好顏色鮮豔啦。咁翻落嚟之後，咁我在自助餐裏面我都想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顏色，或者很多不同的食材，令人哋睇落去試過效果很好嘅。中式擺盤我就覺得會擺到好滿啦，好豐富啦，咁人哋一個好開心嘅感覺。咁至於西式擺盤，可能個碟好大啦，咁擺得出嚟可能好細細，然後覺得好精緻。咁我希望可以喺兩個唔同嘅菜式裏面唔同嘅優點，但係可以融入喺我哋餐廳裏面有一個唔同嘅感覺俾客人。我希望可以喺中式豐滿嘅感覺，同埋西式好有藝術氣息嘅飲食文化裏面combine埋一齊去呈現喺大家面前。